睡着。还找着了呢啊，刚才挂那有两个，那个是我看到了呀，那是一个，但是我看两个，看俩，你看正儿八经倒是就在眼巴前，你看不见。妈呀，在井里边了，咱们这俩是大官哪去了？找不着了，怎么的啊？我也看见俩，我也是看见俩，就这块咋没有了？我刚看着这俩吗？哎，没有了，好几个呢上面。好，行，带锁了。你看这上个上面有啊，有瓜吗？哎呀，到真这地里来，哎呀，这个你咋不给它整的都是刺儿啊？哎，你看他们家这妞妞，哎呀，真可怜啊！哎呦，我还上顶上来了，咱家这个柿子树一棵柿子没结啊，一个柿子没结。有瓜吗？有，还有有啊！不拿婆子，拿手拎着就行。这瓜怎么这色了？嗯，没啥，啥情况晒的？晒的，你要晒挺好。还有吗？哎，别别别掉下去！有，下次有吧？晒哪不晒？下次看也看看不见了。嗯，这你就看不着了。这看不见了。嗯。这是吃不完，我以为有多大呢。哪儿呢？这过不去，要不要？要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再放这个了啊，你再放这个，你放这个。有，不小。看那里头，你说有吗？那里？哎，还有鱼了。你看，还行。是不是你看的？是不是在这儿啊？那头没有，是吧？嗯、看错了。这还有。看见了吗？哎呦，就这一个吧。哎，哎呀，还有一个。哎呦，啊，我这还有没有？哎呀，啊，没了，啊，没了，咱把这个往外拿吧。嗯，来，你拎着来。来，来，拿。啊，那还过紧了，来，来给我来。好嘞，你能拿吗？嗯，四个。人呢？干啥了？走啊！呀，掉了！不是，破镜的破相太沉，把破镜弄坏了。里面还有呢，还有啊，肯定有，看不见就是。是，等着，彻底让我压上去吧。
哥，来自己放吧。啊，这个真沉。嗯。啊？这么沉呢？对呀，得掉了，要不掉得掉地下了。嗯。太沉了。要不？我就说掉了，这么沉，经不住的。这有好几个，那掉地下一个呢？这个不小啊。来，给我来。轻松一点。哎，最后那个，我不过去了。掉地下一个。摔了，哎呀，那个什么的，我跟你说太沉了呢，太沉了。哦，那还有三个。你这个瓜子颜色差不多。哎呀，这玩意儿拉咱们一车的。嗯。行，你上来吧，上来吧。人了吗？啊，下边上面那块有，那块特别还有好几个，你上去够啊，你上去够吧，放着吧。我那直接拎走的，放那个。好好。哎，那一个，这一个，看，这一个，这一个大的，看，房顶上，一二三四五，房顶上。不、哦，你看我都没看到。嗯、啊，这有一个。呀呵，再小点，这还小点，你这拿回去干啥呀？啊，还有呢，你摘吧。摘不用，那不能白摘了不？白长啊？白长，白摘喽。哎，这还有瓜，看上？咋的？看看这，这个鱼子，这颜色的。哦，这儿。这是个嫩的，好像。这不嫩。不嫩呢？够吃的吗？从下边拿吧，那个你得从这儿拿，那个大的，嗯，那个白的，哎呦，早就脱了，这老李啊，不知道要他干啥，要喂鸡喂猪行，喂，我看着玩儿，要不咱冲这个瓜咱养个猪呗。干啥？我看着玩。哎，你别说，咱明年养个猪，拿这个种，咱多种点就喂猪。哎呀，妞妞啊，你妞妞你下去了，上不来了。还逮东西吃呢。啊，和咱们家的花花一样了。嗯。逮耗子吃呢？逮蚂蚱、耗子之类的。饿鸡了，这是。那个拿上来吧，你怎么拿呀？这个拿不上来。你从下边拿，下边啊、嗯，对，有四十斤了。你这大瓜干啥也不知道。家里还有呢，我就摆家这看，看着春节，啊、看着乐。因为是自己种的东西嘛。啊。又抱过来一个。还有。还有呢，哎呦呀呀呀呀呀呀！那你说在这儿看看，哎，这个能够着，目前就这几个了，是吧？没有了，木瓜没有啊？木瓜没有，没有，就这个，哎，掉下来了，这轻，这个轻啊。二十斤吧，嗯，对，差不多。这还不能扔，你这根还要不要？啊，多少斤？
这个，这个可不小啊！这个，哎呦我的天，发愁啊！怎么往下倒倒？怎么倒的？刚才来的哪了？刮风。啊？还有头发吗？上面还有吗？